迷你世界马上七周年了哦！伙伴们，到了周年的时候，老官方有一个习惯。做一个十个迷你币的皮肤，大家还记得十个迷你币的心灵吗？十个迷你币的天仙子，那么最新的七周年，老官方的十个迷你币皮肤是啥？我来告诉大家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一次我收到爆料，十个迷你币的皮肤是，大家先看视频。 伙伴们呀，七周年的这个十个迷你币的皮肤名字叫某某，不过看起来好像是一头牛，不知道老官方咋想的呀，今年明明是兔年啊，为什么会有一头牛出现？伙伴们，这就是最新七周年皮肤，名字叫某某，嘿嘿，如果你们觉得值，一定要留十个迷你币啊，马上就要上架了，这就是最新的十个迷你币的皮肤，七周年皮某某呀。